看胡歌是仙剑三的体能担当，看花絮才发现胡歌在仙剑三里把重要的角色都爆了个遍，除了茂茂，胡歌。如果有好的项目，请不要忘了有我这么一个又便宜又好用的演员。请记住今天胡歌说了这句话，如果以后有好的项目，请不要忘了有我这么一个又便宜又好用的演员。变得这么蠢，我以为我就是这样快乐的。